那你经费哪里来？我基本上是我自己的储蓄啊。嗯，那我还是有点储蓄。那基本上我过一阵子我会，其实大致明天吧，我的网站要公布，网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有小额募款的这个账号，嗯，还是有了。对，知道那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在等这个机会。嗯，嗯 要帮你 all in 就对了。好，对对对，不需要。OK，其实我觉得你进来选，增加了台北市市长的精彩性，还有丰富程度。精彩性是家庭性词典里面还没有画到的一个性哦，画到的一个性，精彩性，精彩性。这个人头发是白，但是他是青少年。休息，军工，功能齐全。我觉得你。每个人打这个选战的花招都不一样，好，欸，我看不过你把改变了嘞，你改变，你起码可以做创新的啦，哇，啊，想尽花招。哎，欸，你现在是跟冯光远策略联盟是吧？也没有，我跟他过去就很好的朋友啊。嗯，那我们两个都有一些点子啊，就共同发挥一下。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制作人问我说：“哎，地瓜，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瘦下去？选举不是要变胖吗？”选举要变瘦，哎，那选举不是要变瘦吗？我说我不能变瘦啊，郑大哥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有个造型是什么？我有个造型这么的可口，哎，我早上站街头，你有没有看到早上夹着一块三明治？这是吐司面包呢，好可爱，哎，真的，啊，真的，奶油都不用抹，哎，我没有仔细看，还没有发现呢，这么好可爱，这么有限的这个吐司面包三明治，怎么可以减肥呢？因为这一定早上，对不对？对，早上，早上，哎，欸，你可能勇气，因为今天初选就过关了哦，哎，就可能因为这样子了，哦，你安尼去几工？打工。打工哎，打工规定，哦，就是至少站两个钟头，至少，嗯，每天在那边啊，几点到几点？嗯，大概7点到9点上班。这样会有票吗？有票，有票。大家好，尤其上班族早上没有吃早餐，看到我都觉得饱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以为对，油油的。啊，你刚才也唱了的，就对，就啊，然后这样微微的这样鞠躬，这样还是可以微微的鞠躬。嗯，啊，如果不那个没有穿那个三甲板的话，我就是90度鞠躬这样子。啊，你别看到大家请一直跪一直跪，你别干嘛，你做不了哎。哎，很多人跟我 say hello 呢，那种很热情呢。这我证明，因为我对，我陪他站过，没有站过。对对，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。会担心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怕他们说不一闪单手这样，我都哎这样这样。可是你每天站，人家每天要跟你挥手也很累。哎不，哎会我会站不同的接口，不同的路口。例如说今天是这个华江桥，明天是光复桥，哦啊后天是这个县民大道等等，我会有不同的。你安那看因的那个表情啊，加这个啥手势，安那讲因对有热情，噶无热情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们这个眼光都看得很准。很准，你不要觉得那个过来好像很多人错了，其实每一双眼睛我们这样扫过去。谁在注意你，谁没注意你，你马上就可以知道。嗯，对。有一些他坐在车子里面哈，他跟我这样比一下手，我马上就跟他这样子。啊，就算有人跟你比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这样子。哎，跟我两个人比呢？有，也是有，也是有，一定有啦。可是我还是要谢谢他，因为这个没有关系。所以你要站多久啊？你现在已经初选过了，还要继续站吗？初选过，我们站稍微先间隔时间长一点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站。啊，只是说那时候出去，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哈，选举有频率，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每天都在搞选举，这样人家也会累。板桥选区大吗？哎，它人口最多，它人口很多。板桥基本上五十八万人口，哎，那公民数大概有40几万这样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人口蛮密集、蛮集中。那你为什么要戴白手套？白手套是这样子，白手套是可以利用的呀，明显。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戴白手套哈。好，假死！你们去看那个木村拓哉，他演的那个劝举，他站在街头的时候，你看他是不是拿着白手套？对，就是，而且那个比较醒目。你如果不戴白手套就不醒目啊，戴白手套其实很醒目。啊，你形容不同的街头，不同的街头。你哪个有木村拓哉跟你比？然后几勾几长三条三条，你这种跟他神木啊？人家也是奶油啊，奶油小生，木村豆桃哉也是一个哉，你不能这样。木村豆桃哉。哇，哎，欸，你把这捞几块紫红毯好不好？发财要加工给你晒，真的，
真的恭喜。何博文啊，这真的有时候、欸、很难开的，有时候 这真的不好开，手牌、欸、这真的不好开。我也开过，我也开过，这真的不好开啦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自己这样开一下也蛮有趣的，因为你可以体验，因为坦白讲里面很热，很热。这种天气你进去哦，不用三分钟，你它开始就冒汗，五分钟就起床。车子不能有空调吗？它有，可以。可是因为我这个哈、哦，我这个算是中古的，我不是买那种全新，啊、真的全新买不起。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它里面它那个空调几乎是坏掉的。那这家你买多少？差不多六七万块，七万块，啊！你若租一个司机，要一工要偌济？租司机来，伊来算月，一个月上无买四五万来，四五万差不多。哦、啊，所以这钱你家己省来。就是我有空我会自己开一下，不然就拜托朋友偶然节、集齐节安尼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过。到的比较离选举比较近，我还是要请一个全职。对，可是坦白讲，大街小巷宣传车是有效的，因为它是住宅有效，而且啊、喔，梅姐，我跟你讲啊、喔，其实我这个部分，你看，一般都把这个后面这个盒子封起来，我这边还留一个空隙，这样有没有？因为我都会站在上面，嗯，我有时候我就站在上面，把它当战车，下一张就有。为什么？你敢你对对对对，当战车，这也可以当战车，因为我们买不起那么大战车，用这当战车。嗯，那你在这个上面哈，你自己拿着麦克风自己讲，啊，然后一边挥手。你上面堆了一箱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是麦克，不，这个是音箱，音箱对音箱，扩音器吧？对对对对，要不然你看为什么用袋子罩？对，不过这车足细台呢，驾驶座嘛足细，1.5吨吧？你这安尼敢未去挤到迄个韩都鲁？对呀、啊，会去骑到，真正会去骑到，会骑到呢。哇，你要挤得艰苦呢。啊，你现在有几台车？我现在一台啊，就一台宣传车。那、就是离选举越近，可能我们会再增加那个。那除了这个啊，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不断来怪票。啊，你仿效公，你今麦徛在面顶，啊，你拢安怎讲？安怎讲哟？各位，我上敬爱的乡亲士大，这是台语版。真、对、对着大家讲、各位，我上敬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博文，拜托大家在风雨中，我唔惊风，唔惊雨，我拜托大家用坚定的热情，拜托大家支持少年人，支持新世代。够算啦！刚刚那是台语版的。对对对对，李佳李佳。柯博文建议国语版的不让我讲，其实啊，啊你如果要应变一个啦，出生就贵贵啊，贵啊，你来改一个，今麦要选议员哪里？不，这应变哈，我们随时在应变。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不是说什么有一套公式，不是。例如说，我们走到大街小巷，我们看到旁边有那个阿伯阿姆，因为我拜访过的，我都会回去吼，用很大的记忆力去记。有时候，例如说拜访过去，说哎那个。王伯伯哈，阿伯阿姆，你叫出他的名字来，他会很高兴。那其实这中间会有不断的那个交叉。那你如果经过比较像，这个公园的时候，你有时候音量要稍微大一点。那经过那个学校或者是怎么样，你要小声一点，或者干脆就不要。那随时要调整啊，那个有很多人。啊，就是你去骑啊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这里比赛。对。啊，这公园多较细声嘞。这部分哦，他可能你看我是不是自己亲自拿着麦克风？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看我叫一支麦？对对对，我拢是安尼个人，一个提麦克风，啊一边讲啊手，吼啊，在这个部分也不是说要比较小声，因为其他就差啊，但是你也不要很吵。那现在的人哦，其实他不喜欢说好像很大阵仗，因为猎狼差丢，啊，一刚卡丢了。对，所以现在反而要做生意，反而你扫市场哦，你反而就是两三个助理可以帮你发那个文宣面子，然后你自己啊拿着麦克风不要很大声，你跟人家很亲切的问候，我觉得大家会感受得到。阿秋春节有人公婆还没阿秋。很少，真的很少，大部分都很热情。我坦白讲，那应该讲说，遇到不爱跟你 HQ 其实你要怎么样把唾面自干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手再伸出来。如果说郑大哥关阿楚怡，我爱跟阿秋聊，应该啊，那你们烂没了。我要就让你让哎，不好意思上攻啊，拱手不握，或者这样跟他牵手可以。可是我大部分会跟他说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这样子，哎，麦克必须丢了，丢丢丢丢，因为本来就是多元的社会，那都没有关系。啊，行了，这里阿妈也上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我长得很像啊，他跟我长得很像。哇，我现在就行了。啊，阿妈做爱的哦。无，这个阿妈吼，甲我足投缘的啦，嘿，啊，伊就看到我，就那看到家己的孙，赶快伊就安尼，他一定要跟我合照，就是看啦吼，安尼较羞。对对对对对，跟我长得真的有像啊，对，而且不高又不矮，刚好靠在你胸怀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啊，这是你的变形金刚，他的正义金刚，这是这个
这个装备你是哪里来的？这个装备我们就是同事设计，然后我们请人家哈，这个用那个亚不是亚克力啊，用那个宝丽龙板啊，珍珠板这样剪一剪，剪成这样造型，照起来还蛮像样子的。哦，这个造型哦。这个造型，坦白讲，小朋友都真的把我当偶像。小朋友把我当偶像啊！刚郑大哥说，那小朋友有票啊？丢啊！不是啊，妈妈爸爸有票啊。小朋友看得高兴，爸妈爸爸看得也高兴。那大黄蜂啊！啊，这个是因为现在新的那个有名的那个电影要出来嘛？那刚好。他我们就是赶这个热潮。那又刚好跟我那个正义金刚合不合是一样。可是你不要看。穿这个很热，很热很热，穿这个非常的热，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宣传也要跟时事啊、电影、流行结合。有志就建议，我们就建议说，把这个他的口号改成说，我是何博文，我在板桥，我把讯息发给所有在板桥的乡亲。你听起来是不是像电影那个变形金刚那个首领他最后一句话，我在地球把讯息发给全宇宙的什么什么什么不败金刚？他刚讲这个，我在讲，我其实我还做一个那个火原种，火原种真的有做。那你要不要安排一个？而且那个火原。院长啊，他外面他那个外形是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困扰。然后只要我这样一掀开，里面全部就是我们好的政策出来这样。理解新郎有必要让大家印象深刻。那有些人很已经连续四五届、五六届的，他就靠基层平时的经验。对。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你玩嘞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土树三鹰的选战怎么打，好不好？哈，这位是哦，你自己有插一个旗子在那个天桥吗？对，这个跟博文那个相有点一样，就是站路口了。我们都叫做送上班，所以你们站完路口之后，旗子就要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像。